就是很厉害，就是刮一直刮，把那个然后他刮了一条一条的，有助于攀爬变的。跑是哪里啦？他用走的。要走去哪里？还有。揺れないところに然后中间那一点，嗯，哦，看到看到，白白的，他想要爬了。哦，他爬了，就两颗歪的中间那一颗啊。你要过来那边，那个会被树打看到了，他想要爬树。那你来看我的镜头，这里就两颗歪的，中间这一颗，它刚才试着要爬。下来，对。吃树叶，是妈妈吃树。应该是在吃啊，吃树叶。有啊，就左边这一颗歪，
恐慌。嗯。你吃东西？你看到？我看到，它在树长的。没看到。他也可以用那种蹲坐法，就是这样子，就很少。哦，抱下来，脱下来，脱下来，抱下来比较快。他刚才用倒，卧倒，滚下，他用滚下。他躺着不起来。他不要起，他不要下。那不想回家了。用抱回家了。用抱的。用抱的。不想回家就要硬抱抱下来。好可爱啊！回家了，拜拜。他会走吗？他应该没有要走。嗯。我不走啊！你看。不走，不走。他不要走，他不去。不回家。不回去哈。不回家，强制回家。啊，我不要。很重的，还好啦，像抱小孩一样啊。哎，不要挡嘞。睡觉。